高雄一月观光大使白冰冰自掏腰包拍摄 MV， 不但成功行销高雄，还冲出自己的高人气。嗨，大家好，以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你们好不好？好。白冰冰一现身，立刻受到热烈欢迎。这次特别来台中为春节活动站台，顺便帮新节目宣传。也特别带来这个可爱的欢乐猪，还有我跟那个台一线。还有贺一航，还有沈玉玲会一起来主持这个节目，到时候也请大家多多的支持啊！除了宣传自己的新节目，他还预告过年从初一到初六要带领秀场天王天后来台中表演宝岛秀场演唱会，向资深艺人致敬。三赞。那第三天呢，就是我白冰冰啊，我白冰冰的舞台的秀场的开始了。白冰冰强调，来表演的资深艺人一路都陪着大家长大，这次表演就像是同乐会。冰冰姐不止当韩市长的观光大使，也到台中用她擅长的表演一起带动观光拼经济。记者徐玉文、徐又翔台中采访报道。